那咱们要粘一下它吗？咱们要不要粘一下它？阿美，他现在在直播是不是？粘不粘，你们说了算。粘不粘，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说了算。要粘吗？全部都让我粘了，就像刚才这个妮妮小美女说的一样啊，粘一下她，问她怎么了，然后去她老家找她，是不是？可以可以粘一下嘛，那就粘一下嘛，但是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接啊。我可以连一下阿梅，但是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接。来，我们直播间4600多个家人们，你们帮我点点赞呐！你们怎么都不点赞呢？帮我点点赞，因为不点赞一会儿直播又被关了就不好了。先点到100万来，帮忙点点赞。先帮我点点赞，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来。然后咱们连一下他，连一下阿美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啊，我就连一下啊，来，到100万了没有？还差最后20万来，感谢你们帮我点点赞，一会儿不停的点啊，然后，孤皮上正能量3个字打在孤皮上，不然又不能直播了就不好了。我连了，我连过去了，不知道他接不接。你在哪里啊？在家里面。老家，你回去了啊？对，我回来了，哎，你跟现在你坐什说。么车去的？我去那个高铁上找你，找不到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来找我，你去找我了吗？啊。你去车站找我了。哎，我们直播间这些家人们说，他们昨天直播的时候，他们昨天说让我今天去找一下你。那么多人，你肯定找不到呀。那你什么时候结婚啊？不是这个还，时间是定了。就1月6号嘛，是不是？1月6号时间是定了。你吃饭了没有啊？我吃了。感觉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。就是你心里面已经想好了，就结婚的那种，是不是？这别人结个婚也没什么的，其实王菲哥，这不是人人都要结婚，我是们不是是？朋友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朋友嘛。然后，如果你结婚的话，会不会邀请我和这直播间这些家人们啊？我肯定会邀请我家人们的，直播间家人们，我肯定是要邀请的。我就不邀请了，是不是？不是王菲哥，我邀请你，你会来吗？会来？怎么不来啊？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？
你平时可以，还是不来了，还是不来了吧。我这不是王菲哥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真的把你当成我最最最就很好的朋友。那你结婚还不邀请我？阿梅，刚好现在我也没事做，因为公司这边现在这段时间也不需要我管理嘛，我也没事做，要不我来你们老家玩呗？你之前是工作，真的要来吗？你不要来了，你工作之前是工作的嘛，现在你工作也不在我们这边了。没事啊，这个没有，现在刚好我没事做的嘛，就可以过去玩一下。你不要来了吧。怎么我来你们那边玩一下都不行了？现在。不是王菲哥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。不是你来我们这边，我还是会欢迎的嘛，因为我们这边那么大，又不是来我家，对不对？没事的，这个。但是你还是在公司吧。但是哎，王菲哥，我觉得小小人家最近懂事了，而且也好了，也不会跟以前一样太任性，所以现在真的不会在公司给你添乱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也回公司吧。没事，我又不跟你不一样，我不是不上班就没饭吃那种。你不要你进我，你不用为我担心，你为我担心什么？我没有为你担心啊，我这只是随便说的嘛。还有觉得小小，挺好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让我和小小在一起啊？是，我就是觉得人家小小其实他也不坏，他对你挺好的，真的。意思就是让我和他在一起的意思，是不是嘛？没有。不是，我就是觉得以前他可能真的他对你太好了，所以他才会做一些让你太那个的事情。但我今天能看得出来，现在你看到小小，你都就是感觉躲着他，所以他应该是。这个家人们跟你说吧，我就不说了。反正我觉得，小小对你挺好的，而且你也去公司吧，张总他们都挺好的，张总他们也一直把你当成他的儿子啊什么的。前面是，哎呀，就是我这个人脑子太笨了，在公司给你添了那么多乱，现在我回来结婚啊，我这些也挺好的。你就好好去公司，然后其实小小也，也就是不给你添乱的话，你们两个还是可以好好。好，可以。我听你的。那我现在就给小小打电话，请他去吃夜宵。喂，小小，喂，王志哥，哎，
你睡了没有？准备睡了。饿不饿？要不要一起去吃夜宵？你有什么事情要说吗？是。没有什么事情要说，今天，洗不好一起，我请你吃夜宵。你看你现在你都那么好了，还让我回公司，我就请你吃夜宵嘛。那我先收拾一下。好，我安排我司机过来接你啊。好的。挺好的。喂，小花，你去小小家，把小小接过来，我去，上次我们吃那个兔的地方，咱们去吃夜宵。行，好，接过来了，然后到我楼下来接我啊。那要不你们去吃了吧。好，再见啊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那我挂了啊。你看，咱们刚才我刚才就说了不粘了嘛，你们让我粘，咱们粘了之后反而会越来越不好，还不如不粘呢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咱们要开心一点。本来咱们的初衷一开始的目的也都只是让阿美好一点，因为她那时候挺困难的，咱们就帮助一下她。感谢梅姐送来的这个木屐啊，咱们给梅姐带点关注。一开始我们认识阿美的时候，我觉得阿美这个人，她就挺好的。那时候我就。
因为我们在这种，城市里面很少见到这种像阿美这样子的，真的。每天都特别开心的一个，反而，咱们的目的是让他开心嘛，对不对？反而我们，他认识了我之后，才会忘记我。才有那么多的不开心。他认识了我之后，才有那么多的不开心。如果一开始还没认识我的时候，他每天都很开心的，感谢陈姨送来的这个墨镜啊，每天都很开心的，每天都很开心，又爱笑，然后，跟小小他们就一点都不一样，因为阿美呢，她是怎么说呢，很容易满足的那种，一点，什么，哎，怎么说呢，反正就是一点心机都没有嘛，所以我觉得阿美这个人挺好的。特别想和这样的人交朋友、做朋友。感谢祥福大哥送来的墨镜，咱们给送墨镜的祥福大哥点点关注。然后，咱们就跟他认识上了。现在的话，反正这一次他要回去的事情，我也是把该说的，我连那个律师我都叫过来了，我还把人家那个律师，我还起了一个比较贵的，叫过来了，把人家律师叫过来了。结果不是人家律师搞不定，是阿梅她这边不让律师搞了，我又只能让人家回去了，没办法了，阿梅她电话都不接，有什么办法吗？连麦，感谢 M 哥啊，谢谢M 哥，今天我就不连了啊，今天我就谁也不连麦了，我就跟大家聊一会儿，然后我就，还约了人，我就去吃夜宵了。今天，心情不是很好，所以我就不连麦了啊。谢谢你的理解。咱们明天再连麦好不好？感谢直播间，现在有6700多个家人们，你们都在为我的事情，为我和阿梅的事情这么操心，谢谢你们。王菲，你让粉丝太失望了，我让粉丝太失望了吗？家人们，我让粉丝太失望了，是不是？现在我能怎么办吗？你看刚才，我说不用连麦了，不用跟阿美连麦了，你们不听，你们让我连，你们让我连，但是后面我连了，你们也听到了，别说是什么让他回来，劝他回来什么之类的，就连我去他老家玩，他都不愿意见我呢。你们刚才听到了没有？我说我去他老家玩，他说让我别来了。
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不，也是让我们不要再见的意思了。我过去了，我连他人都见不到，怎么办呢？还有你，我看到你们直播间好多人都是，去阿美直播间骂他，你们也不要去阿美直播间骂人家，人家也没做错什么事啊，好不好？咱们也不要骂他，有一句话叫做好聚好散嘛，对不对？直播间家人们，有一句话叫做好聚好散，就说不能在一起了，咱们也不能骂人家了，对不对？只要他开心，就是咱们的目的嘛。咱们的目的不是让他一定要跟我们在一起，咱们的目的是让他开心快乐，是不是？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难道忘了你们的初衷吗？咱们一开始关注阿梅，认识阿梅，就是因为看着阿梅这个人挺好的，都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，都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，才关注他的。而不是让他一定要跟我在一起结婚生孩子，没有这种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初衷，只要他开心，他快乐，怎么样都行。啊，电话来了。到了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跟我直播间的人聊，我跟我直播间这些家人们聊一下。你跟小雪在楼下等着，你跟小雪在楼下等着，我先跟他们聊一下，聊好了再，你们等我10来分钟。王菲，你帮帮阿梅，太可怜了，我怎么帮呀？直播间家人们，我怎么帮？阿梅太可怜了，是不是？阿梅太哭了，是不是？我也是个人啊，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这样子就不公平了啊！你们这样子的话不公平了。你们只对阿美好，不对我不好。你们这样子的话太不公平了，真的。你们只对阿美好，对我不好。什么？我公屏上一直是说啊，王菲啊，阿美哭了，阿美怎么了，阿美怎么。你们就没有一个人说过王菲怎么了，好不好？我是不想不好的事情，或者是反正不想让你们担心，所以我就，一直都是开开心心的跟你们聊天。结果你们每一个字里面都有阿美两个字，却没有王菲两个字。
我也是人呢，很多事情，很多时候我也就是下不了台，不好意思，不想死皮赖脸。小小，他们到门口了。小小，他们到门口了。直播间家人们啊，以前我做什么决定，你们都是一直都是很支持我的。然后今天我也做了一个决定，我准备放弃了。咱们直播间6500个家人们啊，支持我的，公屏上打2个字支持。我准备放弃阿梅了，我看一下直播间6600个人里面有多少个人支持我。支持王菲的，公屏上打2个字支持。小小，你要连麦吗？你连我干嘛？小小，你要连麦是不是？小小，你不用连麦了，我知道你连麦要说什么。你们，你已经到楼下了吗？是不是？我让你们等一下，如果你等不了的话，你可以先回去。我说了，我今天谁都不连了。应该喂个水落石出。我去哪里喂啊？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说我去哪里喂？干嘛？你干嘛？喂，喂，喂，听得到吗？
喂。